到了，嗯，那王冠也是掉下来了，笑笑笑得我肚子疼，还以为是特别了吗？的一个人呢，嗯呀、啊，但就是可惜了，咱今天这个单子他接上了，哎，没事儿，你爽了就行啊，今天没让，没事儿。没事，奈奈姐，过了今晚还能不能接到这个单子都不一定呢。我们三个打他一个，那不纯纯优势吗？随便打是吧？对，随便打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完全放心啊，姐。我选这玩意儿，杀的还挺快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随便打喽！哎，耶！哎，夜魔玩的是妖姬吧？他玩的好像是那个小法师。他玩的小法。啊啊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我来了我来了！咱俩去找他呗。人多热闹，夜魔，我来上一下你啊，夜魔，我保护你。哎呀，你骑他，你骑他，把他当坐骑骑他。哎呀，我保护你啊，我保护你。笑死了！再劝你们一句，哎，别玩这种下头的脏法。啊，怎么的呀？怎么下头了？不赢是吧？不是，我是来保护你的呀，啊，我是来保护你的呀。啊，输不起是吧？行行行，输不起啊！姐，你们就留在夜魔那一路，多保护保护他，没事，我自己发育就行了。哎呀，不然怕他发育不起来呢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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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阿莫一个了，阿莫一个了。简单。OK。夜魔，我又来了啊！夜魔，我来保护你了，等我啊！不是很能杀吗？啊，姐姐看你有多能杀，对不对？凑热闹看看，啊，离近一点看是吧？是离近一点，我看得清楚啊！刚刚你那个我都没看见。你们本来就三个人打一个人就不公平了，还玩这种，来中路送人头又是脏我经验的，懂吗？他这不是在保护你吗，夜魔？我这保护你呀，啊，保护你呀，啊！你怎么说话呢，我们两个辅助啊，怎么的了呢？到底懂不懂我的用心良苦啊？这话说的我有点伤心了，就是，真的。我保护你，保护的 W 我的美学。好，一个吧，两个，两头，两头。哎，夜魔，随便打打，你刚不是夸我温柔吗？让温柔姐姐帮帮你，帮帮你。哎。我也想被保护啊，夜魔，真的有点羡慕你了。哎，我来了。不像我，只能一个人在上路自己玩。粉碎吧！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哎呀，阿莫加油啊，阿莫，咱们今天没问题。看好你，阿莫。完全没问题，相信我就行。烧了，绝对相信你，阿莫，还有姐姐呢，好搞笑啊，姐妹，想想就爽。哎呀，哎呀，想想就贼舒服。哎，这上路不随便玩吗？不是要一个打三个吗？别回家呀！哎呀，你别走啊！回家干嘛？回家出装备啊！我早知道我玩个，我们家阿莫三个头了，一模。那肯定三个头呀，有两个老板帮他，有两个老板帮他在我这边路送人头呀。啊，我没帮那个谁啊，我没帮阿莫。怎么是帮我呢？这不是在帮你吗，叶魔？那就更加不应该帮我了呀！咱俩又不是一队的，你帮我干嘛呀？别来帮了，关心你的嘛。我们在帮你。四个头了。真牛，阿莫，真争气。随便打。哎，那肯定得争气啊，那被留下来，那怎么能不争气呢？夜魔啊，你就算输了，你 VIC 老板不会计较的吧？毕竟我们一个人头才50点。你的小甜甜不会对你失望吧？你就多输点行不行？你小甜甜不会对你失望吧？
啊，也就五十点嘛，对吗？是的，是的。哎，又可以回家出装备了。啊、放一百个心，多输点啊。我倒要看看杀一次再回家吧。哇，夜魔，我来了，夜魔，等我。阿莫五个头了，阿莫厉害。哎呦，对面这个沙都不值钱了。你揍萌萌沙在上面，没办法，没有人保护呢，没有姐姐的保护，只能一个人自己努力了。是。哎呀，怎么夜魔才两个头啊？哎呦，哎呀，怎么回事儿啊？咱就是说。我们自己送上门了、哎、呀，夜魔。有两个辅助都杀那么慢吗？你不是狂吗？上一秒还当翘嘴呢，什么怎么不狂啊？也是不吱声啊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来吧。他现在肯定就是闷头默默操作呢，心里老紧张了，我感觉。不用太过量表情。给你，中路给你了，我去了，去上了。嗯嗯，起来着呢，奶奶，我今天这算你帮，算帮了你一个大忙了啊，你算欠我一个人情了。没问题，姐妹。啊，哪天给我包个大红包，听见没？必须的，咱这好玩的，对吗 ？OK OK， 爱你哟。夜魔，你想去上路就去上呗。我去下路。你送吧，你送吧，我不赖中了，你送吧，我去下了。嗯，你去下了。嗯。哎，下路不用来了，人已经被打走了。没意思啊。哎，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，咱就是说。哎，没意思。走吧，我们去帮，我们去帮那个阿莫拿头吧，走吧，不跟他了。OK OK， 走走走，咱们去找阿莫。我来保护你了，阿莫。终于要来保护我了吗？哎、来了来了、嗯、来了，姐姐来了，你就来了来了，骑他身上。我在寻找他呢。快来快来！来了来了来了。我、哦、他还挺敢拆哦。啊，出工了没有吗？哎，怎么抢不着了吧？哎呀，你不是挺能抢人头的吗？这一波怎么出工都没了？抢啊抢啊抢啊！不抢啊？抢啥呀、啊？哎呀，反正你 VIC 了，我不说了吗？不是，这不是点儿，不是点儿，那。财大气粗的很、啊啊、是你加个锁啊，行，来了，弄他们。 OK OK， 随便打，随便打，包有点超漂亮，阿莫随便打。哦，好减速。哦，怎么说？追他！哎，夜魔都跟不上。哦，哎呀，这被抢到了。K 了，随便、啊、送他。让他 K 了，没事没事，没事。K 了，送他一个，送他一个，送他一个。回去出个装备去。他们这个中有点玩不起了啊、哦。嗯，这老哭不拆他呢。没事，我来弄他。OK。哎，这有点可惜。没事，你就带我俩哭哭去找头啊，阿莫。没问题。哎呀，随便打随便杀的事儿。愉快的夜晚呐，姐妹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爽。
我已经感觉到了，现在我也感觉到了，反正我也挺爽的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也挺爽的。哦，看到了对面的一个人，那个酒桶，逮他去。多杀点，多杀点，咱们这把就是奔一百头去。哎呀，帅呀！简单。哎呀。中路还有，中路还有，走。来，走，我给你加速。走。啊？你还想走？哦，好减速。Nice。OK。哎，可惜来晚一步啊，小法。走，咱再去上路。这一点悬念都没有啊！哎，太简单了。赢了，明天去吃点那个欧玛咖啡好了。最近啊，已经想好了，怎么就是庆祝了是吧？啊，做个飞。奈奈姐吃那么好。那姐姐吃的好，阿莫肯定有你的功劳呀、啊，姐姐不能把你忘了的。行，那肯定，我肯定想你姐姐不会把我忘了。嗯，走，咱去下路。走，等今天晚上完事姐给你发包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好嘞，我去做个 SPA。没问题。哎呀，哎，跑得还挺快。嗯，跑挺快，没事儿。减个速，来，好减速，哇 ，nice， 帅，阿莫，一个都别给他 ，nice， 随便打打，一个都不给他，哎、就让他帅不帅，姐，小丑，帅，真帅，就让他在旁边看着，干嘛呢，小丑，怎么还跟着我们？别鼓救，但是中路把他逮了，来。哎呀，成功了没有？真的吗？怎么玩？走，咱再去上路。哎，那个什么，夜魔人头局来刷兵的是吧？啊，先发育吧，先发育吧。前面给他张了经验，对面送了头。刷两个兵吧，不然很尴尬。发育现在没他。哎，跑掉了。没事儿。哎，五速鞋，随便找人。我跟你说，阿莫，你不是羡慕夜魔有 VIC 的老板吗？你看你现在实力，我感觉你比夜魔可厉害多了。我们打的人头局都是实力之上的，知道不？你要知道你现在打过夜魔了，你等会儿就让刚才那个王总看一看，他肯定能对你另眼相看的。发育，你想代替他也不是不可能，知道不？怎么发育？人往高处走。哦，你现在把差距尽可量的拉到最大，知道懂我意思吧？代不代替都是小事，这差距肯定能拉多大拉多大，放心啊，奈奈姐。你这个战马到时候结束了，啊，王总，因为哎，等等，他这个有空。问呢？哎，哦，有点可惜，哎，没事。多兰剑卖了。多兰剑一卖。行，我把那多兰剑卖了。嗯。规矩我还是知道。咱就把差距拉到最大，让他在王总面前丢脸。而且呢，王总也至少能知道你了啊！谁把他夜魔小天天打了呀？哎，阿莫，对不对？是。没问题。阿莫，有战术，你有这个潜力啊！你有有战术，前期对线脏我，中期两个人奶他，还是比较简单。有战术。没事，姐放我， okay, okay. 把心放在我身上，好吧？有战术。哎，也是放肚子里了，放你身上了。哎，他跑得好快啊！嗯，我这个是随便打的哈，完全放心，这点斗志还是有的。只能贴被动。哎，来人了，弄他！来，好，简单。nice 啊！哎呀，帅！好，下一位幸运观众，这真是手拿把掐。好，这个幸运观众也倒了，抢都抢不到。不是夜魔干什么呢？夜魔在这不用回家，我给你来，是吧？这差距不随便拉吗？那是啊，这不稳赢吗？这不是随便赢，这不是稳赢，我的天！哎，对面人都不露头了，
别怕了，对面畏惧你了。找不到人来打，没大的话不好抢。嗯，好，在下路看到一个幸运儿。咱们尽量把这个人头走拉的多一点啊，咱们多杀点儿。乘一打三，我看他拿什么一打三。真狂，控制最大化。哎呦，又杀一个，杀一个还差十个呢。哎。哦，他这还有点肉。没事没事，有点肉的，没事没事。我用我们两个，真是没事。我们两个三个打他一个还能打不过吗？都是。这人头已经差十个了，可以的。最好来的人怎么都不出来、啊？然后再分配一下呢？哎，随便玩好吧、嗯。哎，回家出个装备。争取不杀，争取不杀。差九个头，快来快来！帽子来喽来喽！板脚哦，又是位幸运儿 ，nice 啊！哦，他要放大招，有什么好放的嘛？哎呀，也是差十个头喽！发育一下，嗯、哎呦，十个头啦！哎，又有一个，给个加速，好，减速 ，OK， 加速减速一起给 ，nice，、哎、简单，好加速，好减速。哎，这个塔我们等一等，我有点脆。嗯 ，OK，OK， 哟，他跑挺快，他跑的还挺快。走，我们去下路吧，去找找他。他妈的还差十一个头，我操！中路有人啊，下路也有，中路下路都行，受不了。没事，先把下路这个给宰了。哎，这位朋友略显迷茫啊，他又要跑。我靠！他跑的真的好快。是的。还差十个。这个赛恩是个分奴吧？怎么一直在推啊？哎，真的沉默了。没事，中路还有人多。哦，五，这被抢一个，两个，哎、抢两个了，加速，没关系，差距还在的呢。下一次可就没有那么好运喽，没问题，一百个头，下次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。推塔了，对面的人呢？推塔了，有人推塔了，一百个人头。他那个塔是小兵推的呀，看不到吗？我只把推塔了，有人推塔了。我谁推塔了？我等下出去看 V game。等会出去看呗，我看到是小兵推的。哎，分奴，加。推塔了，等下出去看。等会出去看呗，一百个人头。OK。一会儿出去看，你要看 V game， 你要看。嗯。他那个是小兵推掉的，一会儿出去看就行。小问题。没事，姐放心，我看着都是小兵推的。先差距多少？六个。没事儿。哎，先把这个追了。什么推塔呀？什么推塔呀？什么怎么了？推了呀。推啥了？推塔咋的了？推塔罚人头啊！推塔咋了？中路推塔罚什么人头啊？凭啥呀？你说什么推塔就一百个人头？你说了吗？你推塔罚一百个人头啊？怎么了？你啥时候说推塔罚一百个人头啊？推塔罚一百个人头啊？打之前就说了呀。啥时候说的呀？不能推塔，不能点投降。推塔罚一百个人头，投降罚五百个头。你也没说啊，我没听到过你说。说了，我有录音，嗯、我也没赖不掉的，赖不掉。没听见。你没听见那是你的问题。我也没听着，反正。我也没听见，我有录音啊。什么规矩啊？我怎么不知道有这规矩啊？
反正推塔了，我等一下出去看，不管。你说了吗？我没说了呀，我怎么没听见法人图、啊？你没听见那是你的问题，你说可以啊，自己说的。你说了吗？你说了吗？我说了，没听见，没听见，没听见，耳朵也不好使了，玩赖的。没听见。开局来我中路送人头，谁玩赖呀、啊？张我经验，现在没听见，这叫现在推了塔又不认账了，是吧？啊？啊？你关键是你这搞得好像你说了算一样，我们答应了吗？那你不答应为什么开了？那你别开啊！关键推塔，什么时候推塔那都是另外一说呢。就是你说了算了，不是我说的算了、啊。我是没看见推塔，那推没推塔都是另外一说了。推了，推塔了，推塔了，没事儿。推塔了，推不推的又怎么了？你说了算啊！推塔就罚人头啊！推塔怎么了？罚头啊！不用跟他扯，你说了算了，我们杀我们的，不是我说的算， okay, okay. 我说的不算啊，有录音啊，怎么了？找人怎么了？玩不起了？怎么了？自己你家自己你家陪玩自己推的，你怪谁啊？啊？我没有啊，我亲的是兵啊。那等下出去看嘛，看先看的嘛。嗯。先去找人，找人，找人杀他！这人只知道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！你快拿人头啊，阿莫，把差距拉大一点儿。是我这么骑你身上 ，OK OK， 差距再拉大点啊，拉大一点 ，OK。放心，放一百个心。看到人，咱直接加速过去就行了。OK OK， 我哭给你放加速，你就不杀人。来来来，哦，他闪现了。嗯，他闪现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技能，咱再上去。哇，站得好远啊！嗯。感觉有点难守了，讲道理。咱们多拿一点。对，中路有头，中路有头。感觉有点难守了，三路高地了，三路高地了。中路好多头。哎，中路三个，四个。我放个大。哎，好大好大。五杀五杀五杀，这不随便吗？五杀能五杀吗？我操！能四杀能四杀，应该能四杀。四杀也行，五杀五杀五杀翻倍，五杀五杀。快快快！五杀有加速吗？五杀翻倍，有！哎，我们过不去、啊。哎，不行，扛塔了。哎呀，不行不行，漂亮，扛塔了，差点太肉了。啊嗯，好，卖了个长剑啊，卖了个长剑，别说玩赖。嗯，行，卖装备啊，我看着呢，我看着呢。装备是有卖的，不要说玩赖啊。刚刚这个五杀、哎、差一点点，他太肉，啊、太可惜了，那三有点太肉了。太肉了，他要没那么肉的话就可以二十七个，我扛不住他。可以的，加油加油！没问题，十三个人头呢，你把这个人头拉大一点啊，阿波。一会儿等我活了出来，继续把人头拉大，小问题。嗯、OK OK OK。那这个还是好打的。哎，该说不说。阿莫确实玩的可以的，我刚刚就觉得你跟这个夜魔实力相当啊，这都没死，比他玩的好多了。他有啥实力，他就可以，就是啊，来来来来来，就是 K 头，来来来，帅帅帅，哎呀，推了一个，哎呦，那么能 K， 哎，哦，减速到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急不急，哎，等一下这个，速度这么快吗？减速，好减速。OK。哦，闪现抢吗？不能抢啊！是不是不能抢？嗯。哎，这也太能抢了！来，我中路吃我经验。抢多少呀？张网兵线可以抢人头，不让抢。不抢，他啥也没有了啊！啊？你说的算呗。也就剩个嘴巴硬。话说的不多，张口压力就挺大。
哎，赶紧的吧，有你有两个老板这么帮你，别到时候输了啊。哎，话说的不多，张口压力挺大呀。哎，这个愤怒是真的有点烦。这个愤怒可是干什么呢 ？OK， 还得打。哎，来，中路还有一个，有俩。我给他虚弱了。还有 OK 帅，玩得好，简单，很强、哎、小意思。讲话喜欢上压力、啊、我给你扛 OK。 希望你的实力跟你的压力一样大。冷笑，觉得自己还挺酷。有意思。啊，为什么我就是很想笑。哎，对面人呢？是，减速。哎，没减速到。没事。哎，先出塔，他有点肉。我这干嘛去？那撞塔啊！啊，那个蔡安又去偷去了。哎，又有愤怒，没事，都知道撞塔。手枪了。帅 ，nice， 很棒。小问题。这塞安太烦。我们去加点手枪吗？姐，你们现在就看看这个面板，它落后我多少人头，对吧？简单。20个。都说了的嘛，希望他的实力跟他的压力一样大。哎呀，可以，哎 ，nice。简简单单。点东西，阿木。哎，中路还有一个。哎呀，这赛恩好烦啊！他一直偷塔。该说不该说呀，燕王。看来你上次你赢也是个侥幸，真的是确实是个侥幸啊！你看看你打得过我们三个？哎，随便。这赛恩好烦啊！啊，你看那我三个还能赢不？啊，不是狂吗？哎，不是狂吗？狂啥呀？咱也不知道。我看你怎么赢，好吧？这我都不敢出去了。哎、帅，这他妈一出去，塞恩得要 TP 偷塔了。阿莫真不错，阿莫好被动啊！哎，中路还有。走。现在他中路没有塔了，那个赛恩就好打了。杀这个。我刚才把赛恩杀了，可以买输出装了，我全输出了，快守不了塔了。是的，让他绝望。哇，这个回血。对面只要敢出来，对面他敢跑出来的话，肯定就能五杀他。有点被动了。哎，他还敢真敢出来啊！我刚还说保护一下我的宝宝。哎，那个怎么不出来了？那个好板鞋怎么不出来了？他不敢出来了，肯定是不敢了呗。那真没意思。看看能不能想办法拿个五杀，不过已经很棒了，阿莫啊，可以。我得脏他了。随便吊打他。这把被脏了。问题啦，这个轻轻松松。哎，好无聊啊。见到人就直接杀了，杀得好爽呀！小法肯定得找人去吧，法强呢？他位移多，然后有个猫咪给他加速无限奶，我机动性肯定没他高。看对面给个面子，让他们五个一起出来，就想等对面装备起来了。五个人，有大吧？好大，没事。我有沉默。好，沉默。你还死不掉，五杀，死不掉。哎，这有个分奴，两个跑了，差一点 ，nice。没事，杀了。可以，他们跑了，哎呀，跑太快了，他们不敢跟我们打。哎，五，有机会吗？哦，断了，那个五杀断开了，断了，太远了。
不是，夜魔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现在怎么不夸夸我了，夜魔？我的猫玩的好不好啊？学一下。啊，夜魔怎么不夸你宋姐姐？哎呀，刚才不夸挺好吗？坏了，注意不上了。这猫玩的好，我替他夸了。夜魔，我声音还好听吗？夜魔。坏了，跟王总没法交代了。来说给他送点点数的。哎、闹啊！得亏没说三百点，说三百点完蛋了。那不是挺带劲吗？哎，中路有，中路有，确实得劲儿。你别说，确实得劲儿。哎呦，跑慢了一步。哎，还行。我杀了，我杀了，我去杀了。抢他呢。走。那么真厉害。我操。哎。我毙了。踏了一点。看到三了。嗯。没事儿。没事，等他们活呗。看到塞恩想来偷塔，我看到他了。该说不说，刚刚夜魔夸我的时候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啊，这愤怒魔杖！走，杀他阿莫，走走走。啊，他已经死了。走，继续出去杀了，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。有人传送，有人 TP 了。哎，这么守也不是个办法。再把差距拉大一点，阿莫。相信你可以的，姐姐都相信你。不让对面拆，在努力找人呢，姐。哎呀，放心吧，阿莫这实力，放心吧，姐妹。哎、中路这个，哎、哦，必须的，被拉跑了，被拉跑了。没事，我们打慢点，不着急。好，上去。OK。哎，这个是我的吧？哎，虐拳，对面投了。啊，对面投了就没意思了。没意思。他有没有推塔？轻轻松松手拿把掐。哎，太轻松了。哎呀，我操！阿莫棒棒的，阿莫。可惜了。棒棒的。小问题，宋姐。对面投了。哎呀。还有没有推塔？哎，推塔了，小问题。算人头吧。推塔了，推塔了。那个打野推塔了，推了一座塔，100个人头。虽然说这一把人头没赢，打野推塔了。对你推塔了。WeGame 上面显示。我又不是打野。你哦，上单推塔了，上单。哪儿呢？你自己看 WeGame 呀。推塔数一啊，收什么东西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，你自己看不清楚啊。罚100个人头，反正这把虽然说人头输了，但是你们得罚头100个。推塔了，有这回事吗？自己看呀，看看差多少个头。你自己看，你推了。等一下啊，我们先看一下。猫咪没推，但是你推了，推塔数一，就你推了，罚吧。有这回事吗？一开始有答应过吗？答应过了，赖了呗。嗯，喜欢赖。有答应过吗？不知道啊，我没答应。有录音，赖不掉的。不知道啊，好吗？我不知道。有答应过吗？你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，我只是告知你一下，怎么跟你说一下，好吧？嗯，算账呀。嗯，100个啊。我操，真推塔了呀？怎么真推塔了呀？这一把这个塔我是完全没有去。这一把我落后22个，但是你们推，谁叫你家陪玩推了个塔，我们还行，这一把领先了80几个，70几个，70-80个。什么？有这回事吗？有啊，有这回事。不是，我看了一眼，你这个推塔数确实是一阿莫。我们又没有说一个人100，我跟我姐妹最多一个人投出50个啊。不行，必须得是1人100个。为什么不行？本来就是一人一份啊，怎么？那是你家陪玩推的，又不是我让推的，他自己要推，能怪谁？我，哼，推塔了，嗯，怎么说？叫你喜欢动塔，嗯，叫你喜欢动，你说对吧，你说了吗？说了呀。推塔一个
一百人头。你就说村长一百个头，你又没有说一人一百个头，我们俩加一起一百个头不行啊？一人一份呀。对呀，你自己不说清楚啊？你别赖，大不了叫助理来。你自己没说清楚，光我们赖不赖？大不了叫助理来，啊，或者咱叫王总来，我把录音给他们听一听，看一下是不是一人一份，好吧？你什么时候说的一人一份啊？我说了，就是说了，好吧？哎，这一把我。嗯，你说的只是人头，我们一人一份而已。对呀，你说这个一人一份吗？一直说人头，我们一人一份。哎，别说了，懂不懂？玩不起，别玩。知道你们是玩不起的人，懂不懂？你自己没说清楚，还怨我们呀？你真有意思。嗯，玩不起就别玩了。谁玩不起了啊？谁玩不起了？说你们玩不起。你说谁玩不起了？说你自己没说清楚，还能怨得了我们呀？来，我叫助理来呗，我跟助理说一下。你说的不是人头吗？嗯。一人一百个头，哎呀，没事儿，反正王总是 VIC 的，你们要赖 VIC 老板的头。没有，你说一百个头，你没说一人一百个头。哎呀，就是赖了，不跟你们说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把是你没说清楚，从这一把开始推他一个人一百个头，行了吧？你滚吧你，别跟我逼逼。你上把没说清楚，你滚吧。别逼逼。你怎么？你跟谁说话呢？你跟谁俩呢？跟你们两个说话，别逼逼啊，滚。就你跟谁俩呢？你说话就这么说话了，那怎么地啊？嘴胖臭，自己说话表达不清楚啊！现在怪我们，表达的很清楚，是你们俩没脑子，好吗？来，选英雄 吧，别逼逼了啊！选英雄。哎，可能是我，你干嘛推那个塔呀？确实不小心啊，不好意思姐，可能是我确实不小心碰到了。你点一下塔，你知道差多少呢吗？行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把我把它拉开来，这把我把它差距拉开。嗯，对，我刚才可能确实不小心碰到了，差这么多，不小心啊，你是有意的啊。对对对，我知道你，我知道哥们儿，你讨赢着呢，你讨厌你这个两个老板，但赚钱嘛。本来我们赢得好好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姐，别听他瞎胡说。本来我们赢他这么多，有点烦，有点烦。他那个存在瞎胡说，真的。一百个确实不小心碰到了。好吧，罚的人头，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，我的，嗯，这把开始算吧，这把我会注意到，哎，可以，这把注意到，哎呀，这把我也得帮帮你，不用那个，等会儿你那个别，我录音也没听，什么也没在呢，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没事，我现在说，我没事，我跟王我那个王总和助理说了，好吧。到底认不认的？你说的时候，你确实是没说清楚。不是我没说清楚，我说的很清楚。你就是没说清楚。说的很清楚。你就说 A 塔了什么的，算一百个头，你也没说是一人一百个还是一起。没事，对你确实没说过。你不认没关系的，随便你找录音，你随便啊。我肯定找你，你不找吗？你找吗？你确实没说过一人一百。可以，等一下，现在助理可能没时间，还没回我。等一下，咱们就跟他说，我已经跟他说了。没事，那行呗，那行呗，行，你们赖不掉了。行，等会儿再说，对吧？想赖？本来就没说。阿莫这把，阿莫这把当心点，不要再推塔了，阿莫。行，没问题，我这把肯定会注意的。对，喜欢推塔，继续推。OK。继续推塔。别推了，这把当心点。嗯。我这把肯定会注意的，没事。这把给我猛猛杀，听见没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阿莫加油，猛猛猛猛干他！肯定没问题。上一把居然帮我，那我这一把也帮帮你。哎，把你那种小伎俩都拿出来，无所谓。又整那攻心计那一套了，又开始了，我的天哪！就是玩恶心的呗，就是。嗯，你们两个上一把我都没说你们两个恶心了。这一把我帮你，你居然说我恶心。我们是老板，想怎么玩怎么玩。哎，我这一把，啊啊、这一把、啊，我是老板，我想怎么玩。我老板不在，怎么怎么我就是老板，我想怎么玩就我怎么玩，怎么的？你就是老板，你能，我看你能玩出什么花玩吧。你就能玩恶心的了，你除了这个还能玩什么？就玩攻心计了。好好帮帮你，这一把，没事姐，随便，来呗。OK。这把萌萌杀，听见没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
对吧？打野我就玩雪球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他只要打野，我就雪球；打完现场，我就玩塞纳。随便杀，随便杀，没问题。对，真的是。哎，喜欢抢兵。嗯，开心，开心坏了。哎，喜欢抢兵，用技能抢抢不到。没事，我不抢，没事。随你，不随你，捡魂，8块钱一个，很赚。好，随你。那给你8块，小家子气。嗯，给他。给呗。恶心。嗯，哎，很赚。喜欢的技能来，来。恶心，恶心。你怎么不来了？这一把我在上路啊，你们两个老板怎么不来上路帮我了？咋回事啊？格局小了。哎呀，不要指挥我，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帮人帮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赶紧来上路帮我。别在这指挥我，玩你自己的就行了。玩我在上路啊，帮我呀，赶紧的呀。你刚刚上马不说话，推了个塔100个头开始叫上了是吧？叫什么？那谁叫你推塔呢？人还怪好的。嗯，上一把狗先脏的，好吧。说话真恶。刚刚人头落后，不好意思说话，现在开始说上话了。是自己打不过阿莫，就开始哎推塔了，怎么怎么地的？是就会整这一套，会不会拿人头说话呀？哎、能不能拿实力说话呀？实力说话呀？咋不分半？你但凡拿实力说话，我也能看得起你，真的。啊，对呀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看不起你了。你来上路帮呀！这好像这一把怎么不帮了呀？这一把怎么不帮了？你不帮了吗？嗯、你不帮了吗？怎么不帮了？看你帮的挺好的呀。阿莫，这把加油啊！没问题。阿莫，不要被他影响，听见没？不要被他影响。行。小问题，小问题，恶心人就恶心人吧，没事儿。打哭。OK。这不随便打吗？这打不过吗？哎，嘿嘿，还行，拿到头。哎，挺能抢。哎呀，拿一个，拿一个。哎呀，不是，怎么给他拿到头了呀？哎呀，他太能抢了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没事，阿莫尽量差距大一点啊，尽量差距大一点，好吧？行，没问题。是。你这把赢得多，上马那个事情就算了啊。行，没问题。前面塞纳有点弱，没事，当然会好好表现。回家一波。OK， 看好你，阿莫。放心，放心。没事，他在那个青钢也是往里面冲的，我是在外面点的，他发育不好很容易死，没关系，咱们先也是帮帮他吧，慢慢打，不着急不着急。他们两个老板上一把从零级就开始来我中路送人头了，尽量反正就是猛猛干着就完事了，好吧。行嘞，相信你，姐姐都想。没事，他们赖我，其实我也是、啊、他们赖以你的实力随便打，没有用，赖不了。哎，这种局随便打，随便打，放心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先捡魂。喜欢帮就多帮点儿。对，给他打，我们捡魂就行，能抢能抢就赚，没抢到也不亏。哎，菜到，再来一下。哎呀，这跑得真快！有点可惜了，但没事儿。你就别让他狂起来，啥也不是。想出辅助装了。有啥狂的呀？无非就喜欢恶心人嘛。出辅助装就好了，不应该出装甲。他不就是恶心恶心别人吗？不是，这个啥也不是。随便。随便。玩呗，自己玩，没事儿，姐放心。
乐意来就来，对吧？那毕竟手掌在他自己身上，也赶不走他呀。他跟你玩攻心计呢，搁着当苍蝇呢，可怕，哎，真可怕。没事，哎，我的，哎，谢谢啊，不要慌，可以可以，还是好人多，不错，保持住啊，所以说现在社会还是好人多。没问题，把差距拉大点，把差距拉大。回家，等我装备好一点，就能把差距拉大了。放心啊，姐。OK。凤姐、奈姐都放心，我这边肯定可以搞得好。现在抢不过他。闭了，走了，补一下状态。怎么这个人就粘着阿莫呀，我真吐了。 A 塔没事没事， A 塔没关系的，是吧？先买不了装备，我就没必要跟着他了。我塞纳得找点机会去拿点人头 了就你离开他，你不会打游戏，他爱往哪飞就往哪飞。哎，怎么还有人来？哎，卖装备，装备卖掉、哎、卖装备。哎呀，卖卖把长剑，看清楚了啊，必须得卖，已经卖了，看清楚了就行。哎呀，阿莫，你小心点，阿莫。好。没事儿。哎呀，卖了个长剑。可以。喂，能听到我说话吗？能啊，能能能。哎，那个你们喊我喊的比较急，然后因为我在外面，所以就手机过来的，怎么了？那个朱莉姐姐，这个这两个老板刚才说好的是一人一份的，然后推塔是100个人头，然后推了对面陪玩推了塔之后，后来不认了。我这边有录音。但是我现在不方便给你，我现在在打。是这样的，他说的是，他说的确实是说这个推塔的事儿了，但我们没说推塔是一人一百个，我们说人头的份数了，但没说推塔的。嗯，嗯，那是不是说好的那个人头一人一份的话？说好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说的是人头啊。对啊，就是人头。他说的是人头，不是推塔啊，不是推塔，一人一百个啊。那问题是，就是是不是说好的人头一人一份？如果是的话，那罚的就不是人头。如果是的话，那就是一人一份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现在确实要一人一份，是吧？哎，是的。但是我们他当时没说呀。对啊，他当时他没说清楚。对，是他没说清楚啊。嗯，罚的人头也是人头。哎，卖装备。罚的人头也是人头，是吧？卖装备，行，把断剑卖了。啊，妈，老是来抓，怎么玩啊？不能抓你。啊，还不能抓了。哎，行，怎么抓？行吧行吧，那你这样吧，你就从我们后台滑吧，行吧？这个推塔的这个人头，等一下，你那个啥，把录音听了，然后听完以后，你要是说还这么说，你就滑，我们也不是不认识吧？对对对，我们玩得起啊，玩得起。对，你把录音听了，你反正你做个那个啥就行。你公平一点，好吧？公平一点，对，公平一点，录音啥的。嗯，好的。哎，等会儿那个夜魔你怎么去任奈姐对面了？任奈姐不是说和你关系好，然后之前还专门点你，点过你，让我把你俩分到一组吗？哦，原来是跟客服说故意啊、哦！哎呀，客服也偏啊，不是吧？怎么了呀、啊？怎么了？我跟你关系挺好啊，我觉得。可以啊。
卖装备啊，卖装备啊，卖了，我卖了，卖装备，赶紧卖，卖了。哦，原来搞客服啊。啊，西西、哎，这边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先走吧，然后你待会儿听录音就行了，好吧？你看看录音怎么说的。好的。嗯，因为我现在在外边，所以麦克风也不。你刚才没杀人，凭什么买狂妄了呀？凭啥呀？哎，卖装备。卖呗，卖。你刚才没杀人，凭什么买装备啊？我早就买了呀。阿莫，你稳一点，阿莫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阿莫稳一点，稳一点，稳一点。眼睛都偏了，我狂妄早就是杀人买的，你都有狂妄还能卖一个装备呢，我为什么会没有啊？这也要赖？夜魔人头多了一个呀。哎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姐，没办法，一会儿的，等我一下，没事。OK OK OK， 你死太多了，装备都没了。那他又杀人了，你努点力啊！你稳一点，你稳一点。行，好好好，没事没事，我稳一点，我稳一点。我听录音的意思，反正是那个啥，反正你自己看着办吧啊，上吧，真的，哎，本来赢的。回家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姐，那姐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对，我们上吧，本来赢的。哎，你这个一激动一失误，可以。好杀好杀，哎，杀一个杀一个杀一个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找补找补，自由的去吧，每一块石头都代表一名光明少年，人头还差，找个人，还差两个，没事，我回去还能买装备呢。我刚杀了人，我都没有买装备的，没事姐。送宝了。哎，怎么又来一个卖装备？东西啊，你没买，你还要卖了？现在卖。哎呀，就一个狂妄王。嗯嗯，就一个狂妄，卖的好，好卖。宝贝啊，啊？不用那么小人得志啊。你看是那样的，你看这阿莫也是你点的，对不对啊？嗯。那、啊、他退打了，那罚的人头，你是不是得帮我垫一下呀？从待会儿他赢的人头里扣行不？啥意思？还是我帮你垫？主要是本来是咱赢了呀，那你说他你点的呀？我本来想点橙子的。嗯，姐，不要对我丧失信心嘛，我肯定比那橙子强。我肯定比橙子强，你放心。不是啥意思、啊？你要是选橙子，不管人团咋地，他至少不会推塔呀，对不，宝宝？那也不是这样说吧，咱俩不是共同选的他吗？九个了，这把发育很好。行了，你再从人头里扣呗。坏了坏了，这把完蛋了。对吧，别呗姐妹、啊、我今天过来不是也算帮你忙吗姐妹。宝行不行呢，哎给我垫着吧。哎呀宝宝，你选了阿莫吗？宝宝，哎呀我的宝贝，你说我这不是好姐妹了呢，我这还算帮你忙呢，本来都没我事儿的。放高地，你这样做就是不相信阿莫能赢回来的，对不对？相信我，我能赢回来的，我能赢回来的，我肯定可以的。兄弟们，残血，我们是 QA 好还是 AQ 好？应该是 QA 比较好。但是一码归一码，我今天算是来帮你忙的，我看跟我没有关系的，宝宝。QA 好还是 AQ 好？没事，杀一个，杀一个，一会儿回家买装备。那你相信他，你就帮我垫，真的。没有清线快的英雄好烦。我如果这个路人玩一个轮子妈就好了。宝宝，嗯，垫不了。没事没事，我先回家梳妆去了。我宝宝最好了，你就帮我垫一下呗。那阿莫不你选的吗？哎呀，你不是相信阿莫吗？先别说这个垫不垫的事儿，你给他加油吧啊！我加油吧。好、啊。阿莫，你快杀呀！控好。再杀再杀，不过没事。就给他加油吧。打。
推塔最好了，把那个高地推了，没事，我的魂捡的应该会更好一些。关键是咱们本来就赢了，AQ 是吧？尤其我跟夜魔还那啥，我真不想认这个 AQA。你以为我想认啊？我本来过来帮你忙的，把鞋换了，直到现在搞成这个样子。没事，让对面推。我这一把只要防守一个，男刀锋。你好，我把男刀锋好。阿木吗？我等下出个蓝盾，加一个夜刃。我想选橙子的。阿木还当时我跳的橙子。姐，我肯定比那个橙子强。你看我又杀一个。放心吧，放心吧，阿木能，阿木能追回来。减魂，阿木能追回来。我觉得是差一个了。小心男刀，千万别死了啊！哎，漂亮，男刀！哎，他这个伤太高了。哎呀，刚说晚安啊，刚说完又得卖装备了。没事，卖了。哎呦，让他狂妄卖，别让他拉大了。你看他上装备，你就一件了，阿木。没事，回家。狂妄已经卖了，把三下留着。我这个也能打，有一个三项的，能打的。哎，姐妹，你这样想啊，阿莫上把不是赢了吗？对不对？我带你有赢点数的机会，买点小剑，以防万一。机会不是每一次都有吧？这三打一的机会真的很难呢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肯定能赢，然后你帮我垫了，然后结束了，我给你发个大红包，你看行不行？什么结束了给我发大红包？什么呀？不懂。这有啥听不懂的呀？我们三打一，对不对？我们三打一，随便打他呢，对不对？不是说所有的都能三打一的，对吧？我们随便打，等会儿我们再冒名他奶妈随便打的，对不对？上马不是赢，上马没有那个事儿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对吧？然后结束了，我再给你包个大红包，你看好不好？你帮我垫垫大红包啊，那我考虑一下。谁说自己打的话掉魂呢？咱俩谁跟谁啊，对不对？好宝宝，鞋没买，妈的没鞋。你让我考虑一下吧，你让我考虑一下吧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吧？你想想，你要这样，我下次有什么好处啊？我都带着你，我对你都不小气的，对不对，宝宝？我知道你对我好，宝宝，我知道的。你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哎呀，输了怎么办呢？万一你老是说赢，万一输了呢？哎、输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之后我有厉害的男陪了，我肯定给你推啊。然后输赢算我的，好吧？之后我还真有个特别牛的男陪，不过他现在没在。等他回来了，我肯定给你推包赢的，输了算我的，好吧？好难画饼啊，太难画了，我都听出来画饼的味道了。你是武大郎吗？这么难做饼？你怎么画这么多饼？趁啥呀？上把自己就当什么100个怎么怎么地的，要不然是不是输了？自己没这个技术就别说。那这一把我领先了呀。我这一把上一把是有人脏我兵线的，让我没法发育。你别脏不脏的，怎么的？套路不行吗？不会套路吗？我寻思你们三个人打我一个人，赢不是应该的吗？怎么了？骄傲上了。姐，没事，我不可能让我老板输的。开始骄傲了，那赢不是应该的吗？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希望放在阿莫身上了。差7个了啊，阿莫差7个了，追一追，8个了。阿莫，你杀人啊！不然你不能买装备啊！阿莫杀人呐！对呀、啊。我知道。哎，主要是他那个前面弄得太烦了，然后难道一直来，他发育有点好，没事，我追一追姐。我追一追。可以追得上。
哎，先找个软柿子捏一捏吧。哎呀，青钢影就一个装备了，八个了。哎呀，我去找软柿子捏。好送，好送，送的好，好，好送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还有个加速啊？哎，我先走，我先走，我先走。先回来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卖装备了。是这种这么多，你还上什么？叫你在外面走，啊、我走塔下。卖装备啊，有点卖了。现在已经没有装，哎呀，出个啥呢？哎、没有装备了，什么装备克难刀呢？怎么玩啊？我整不会。啊！对面那个太恶心了。是阿莫，你就没有装备了，你怎么玩啊？刚刚不应该上的阿莫，这么多人。哇，好顶！哎，我看人太多了。我探塔 kill， 想救一救。我操！人家不用杀了。翻倍。哎，怎么玩的呀你？玩的好呀，阿莫。你在玩啥？你在玩啥呀你？没有装备你怎么玩啊？玩得好，姐她一开始太恶心了。玩得好，第一把还帮我推塔了。你那一件装备你咋上啊？人家无杀了，你在玩什么？没装备了。不是你搞什么呀？搞我们心态是不是？裸奔了，没有，不是好油的吗？你给我搞这个，你没有装备的上啥呀？动动脑子不行吗？那脑子用来干啥的？他一开始那个太恶心了，脑子用来显高的呀？难道还一直来？增高的。他那一直在来，一直在来，我没办法。刚刚那波你也不应该上，好吧？回家了。哎呀，刚才你们一件装备都没有，你怎么杀人啊？刚才这个奈奈画饼的话，前提是能赢，万一输了怎么说呢？输了也承担呗。嗯。你话能不能少点你啊？那不行、啊。少说点话吧你。给我憋坏了，不让我说话。哎，他原来是讲的什么男朋友呀？一点都不小心，他都没装备，他搁那上。不是你先关上我了是吧？你现在？哎，没有。就是有。就说他，我在说他呀。就是有，还不承认呢，不承认。卖装备。那他出点肉太恶心了。出点肉是。哎，那个，我们那个规矩是可以。花五个人头买装备吗？可以啊，是有这个规矩吧？那个，你买姐姐们，要不买，你不买，要不花五个人头买个装备吧？买吧，买吧，五个装备，五个人头只能买一件啊！小松，啊、你花，你赶紧的、哎！我花，你买，只能买一件啊！买了，好，额外加五个头，美滋滋。嘿嘿，舒服了。你别再让他杀了，你追一追，你发育发育啊，青青兵啊，发育发育啊。对啊，发育一下啊，来看看怎么回事。你赢了，然后你再杀一个，你就可以买了。对，我知道。K 头不会吗 ？K 头啊。我先发育，我先发育，他们人看不着啊，姐。K， 你就在他旁边 K。你站他旁边，一件装备伤害让他扛，这还用我教你吗？动脑子，哎呀！哦，我先发育一下，姐，先发育一下，把钱凑一凑，看到人了我再过去。哎，这样吧，你看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你看你点的男配，哎呀，小宋你花的人头啊。你这样，你花30个人头，你让他买6件，要不然咱没法玩了这游戏。买六件一件也不行。有钱人呢。30个人头。有钱啊？对，你让他买6件，咱还能玩，要不咱玩不了了。五个人头一件装备。阿莫，你行不行？阿莫，你行不行？姐，我这个钱不够买6件，250件。我钱只能买一件。我操，得快要买蓝盾了，秒我这小子。你钱能买多少件？我这蓝盾带的只能买多一件，吓坏了给我！我现在只能买多一件。你只能买一件？对，我只能买多一件。我这蓝盾出的好，那就买一件吧，那你就先买一件吧。你还能再买一件吗？哎呀，都秒我了，开始。对，我能再买一件，但是我很弱。哎，等一下，杀了你知不知道？翻倍的阿莫，哎呦我真差了。哎，玩的什么呀？你是来干嘛的呀？哎。没有抢到，哎呀，都杀我了！还在杀呢，针对我。你 K 他头啊 ！K 不到，抢了 K 的头啊 ！K 头不会吗 ？K 不到 ，K 连 K 都不会，姐。当场赔呀 ！K
不到了。不是，他装备太好了。哦，一人一份。哦，你们那个买的装备也是一人一份呢，就等于说是什么买的装备一人一份啊？哦，一人五个头。这个没说啊，说了这个没说啊，这个不是没说。哎呀，不没有用，这个真没说啊，这个肯定没说啊，没用，你拿录音的肯定没说。赖了，又开始赖了，又赖了。什么买的装备也一人一份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根本没说，你这会录音随便找。根本没说过。就相当于这个陪玩就是一个人的，懂吗？你们两个各一个陪玩，就是他就是你们俩的陪玩。他干的所有事，你们俩都得承担。难陪的问题啊，我那五个人头，你也出啊？啥意思啊？五个人头、啊？哎，怎么还有个剑呢？如果说、啊、这个男孩是橙子的话，我也愿意出的。250点一个装备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真成250了。这个不是你选的吗？要是选橙子的话，就我选的，没错。但是他是咱俩的陪啊。有一个，我肯定选橙子啊！我操，终局之风，风刃，无敌，无敌了！哎呦，他现在多少？44个头了！哎呀，你玩的啥？哎呀，开我了！我操，坏了，坏了！你玩的什么呀，木、哎？还好手比较长，我这么相信你。还好手比较长。他一开始来干扰我，太恶心了，姐。哎，你不要说话。不是，我们这么相信你，玩的像屎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来干啥的。他自己一开始太恶心我，然后后面人又是一直在来，秒不掉我，难道急坏了？哎呀，秒不掉我这蓝盾出的好，哎呦，还出厌恨锁链，对面针对了，哎，没事，对面开始针对我了，你们赶紧想想办法吧，赶紧的。真的，姐妹，真的，要是换成橙子玩成这样的话，我肯定要我也肯定也是一个人承担的，我不可能让你出。高兴的不是橙子啊，不是吗？那不你选的吗？要是橙子的话，我肯定我愿意出啊，我肯定我一个人出。那我选他的时候，你不也挺开心的吗？你看看，那我当时说我还说选橙子了。你看看宋姐，他就搞你，橙子这么菜，他还要选，他就怕你输的不多，懂吗？对呀、啊，我选的时候你不也挺开心的吗？你不也看好他吗？跟我一起。生怕你输少了还点橙子。那他这你这8-7呀、啊？他玩啥呀？死了卖装备啊！青钢影，你别说话了吗？你能把嘴闭上吗？青钢影卖装备，哪能有你呢？你死了怎么三项不？你是吹吹啊？你三项怎么不卖？你是跳啊？得哪跳？你死了不卖装备的？你看看你，咋回事？买的装备卖了，看不见卖了吗？那装备栏都空了，挂空档了呀？挂空档了。又没有装备了，你能不能稳一点？两个老板刚花、啊、刚花五个头给你买的，你看你又拖了。我刚花的五个头，哎、真是败家子，太败家了，败家。你说我这怎么整？刚花的头给你买的装备，你又去送？谢谢啊，哎，抢不过他。哎呀，你别让他五杀呀、啊！潘唐平，让他五杀、啊。潘大 Q， 我们俩干什么使啊？两个老板不能玩滚行吗？他装备太好了，要好不好的你 K 头不会呀？哎，他留技能都不会吗？就是、你哪怕没有装备，留了你装备技能也行啊！你留玩成这样，玩成这个逼德行啊！啊！你实在不行推几个塔，我留了。你想什么呢？再推我就操了。要姐要不再换个人头买个装备？他这个他装备太好了，伤害不够啊！咋回事？你伤害够不够的？你不会 K 头吗 ？K 头你不会，所有技能都哥们儿不会吗？你看看，对呀、啊，你技能留着，技能留着，懂不懂啊？把你兵也补了，他伤害都不会呀、啊，比我高太多了，两个五杀，两个。他伤害比我高太多了，姐。你比你高太多，你现在怎么玩？人家两个五杀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？三倍了啊！你搞什么呀？你在跟我搞什么呀？三倍了！你来搞笑的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上把就是你丢了，推个塔，本来赢的局儿，你在玩啥呀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故意让你看那个二木是不是故意让我呀？你是不是对你两个老板有什么不满呢？上一把推塔，这一把也不拿头，还送。
你看挂空挡了，一件装备没有。你是不是故意？你是不是故意的啊？老板真没有姐，真没有。我不是你之前 A 那个塔，我就很怀疑你，为什么要 A 那个塔？完了，你刚才对两个老板不满，你也不买装备啊？对 A 那个塔不小心，然后这把呢8-7是人能玩出来的吗？他那个前面我们是、哎、我们是没有点你吗？啊！别让我投呀，咋回事？让我人投。他怎么还让他太高了姐，你还让我人头，你因为搞我们心态。你看你两个姐姐不看看不见，你故意让我人头，你看看你。他那个他伤害太高了，伤害不够。你伤害够不够的？你没有我让你 K 头 K 头懂吗？你别让他五杀呀！就你刚才那个五杀，明明就最后了，你留个你留技能就能 K 的上，你不会呀？他让我。我真没让他姐，我真没让他。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姐妹，你就是引狼入室了。你看看这人道是不是该你出？哎，你再花10个让他买装备吧。我还让他买呀、啊！哎呀，他完成这个逼样。有头有头，哎，青钢影不动的吗？翻倍了，你不买起不来呀。青钢影残血不动了。他现在杀一个就等于杀三个，你不买能行吗？再花不是一件装备5个人头吗？干嘛让我花10个头啊？你买俩呀？不是买俩，他的意思把你的也承，把他的也承担了，懂不懂？那你花二十啥意思？啥意思啊？他的意思让你承担。他是你选的陪呀、啊。我还得承担你的是吧？我还得承担你的。那你们俩不好姐妹吗？承担点也正常，我觉得。要我就选橙子啦。如果是橙子的话，姐妹肯定是我拿呀。你没有一点点责任啊！你没有一点点责任啊！不是，如果是橙子的话、那个，肯定选我的责任呐、啊。那个我真没有办法，没有装备啊。但凡有一点办法的话，也不至于这样子。现在是真没办法，啊、没有装备，没伤害、啊。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。等会儿大家听我说，啊，宝宝，你听我说啊，咱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现在是啥呢？现在是他现在是一点装备没有，根本打不了。对吧，打不了。嗯，对，你现在至少得让他买了，他是你的陪陪呀，按规矩也是按算你的呀。要我选的橙子肯定是我一个人担，我肯定不让你出一点，对吧？你先出着好不好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说我结束了给你发个大红包，我能亏你吗？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要出多少个头啊？你反正一个装备就是10个，但我估计他你一个装备他买他玩不了，对呀，打不了，得买好几个，而且现在夜魔杀一个就等于杀3个。我真服了，哎呀宝宝，我真操了，你买吧，哎他死了他死了，不行，要不真不行，哎死了，卖装备赶紧卖，卖装备，这难道怎么老瞄我呀，好烦啊，你卖装备。我卖了，你也瞎了，没看到。我卖了，我才看见呀！我说完你才卖的。急啥呀？卖了。我说你不卖，玩不起是吧？我玩不起，我现在2个5杀，我玩不起啊。等着，别急啊，这把有你好果子吃。真他妈操了！我才气死了！阿莫，你再努力，我真他妈气死了！难道他妈我在努力，我在努力，姐，真的老苗干嘛呀？起了怪了！我现在是没有装备，真的玩不了。宝宝，我不给你画饼。出个巨人杀手，宝宝，我不给你画饼。他不说给你画饼，实在不行，下一把我把橙子叫回来。要是罚人头的话，那些的都算我的，我一个人承担，好吧？我不给你画饼。行。啊，下一把我把橙子喊过来。要罚人头的话，我来，对吧？哼。画饼，我这没有装备，真打不了啊，姐。他那个特别恶心的，难道还特别肥？一开始，行，哭哭秒我，下一把快买吧，快让他买吧，行行行，买装备，快点，买装备吧。行，好了，我去买。开火！我先去买，姐。对，你先买，快点啊！买，都让你买了，你快点买呀！买了，买两件吗？买两件，一人15个人头，一人15个啊。哎呀，算他30个，赶紧的吧，赶紧的吧。黑
我操，快点啊，死了，哎呀，他那个差了一点点伤害、啊、我真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、啊、你会不会开头啊，你玩什么东西啊，一人十五个头，对，你在想什么，吃屎吧啊，为什么要冲上去啊，我这倒不、啊、哎，他又死了，妹刚花的五个十个头，刚花的，你在玩啥呀，你在拿什么头啊，麦麦麦，哎，我这吐了，麦啊，伤害会不会玩啊，不是你卖装备啊，怎么玩的、啊、你别，哎，我真的吧，他妈哎，给我气蒙了都，刚卖的，老板刚花，伤害先让别人扛不行吗，刚花头买的，你会打游戏啊，你在干啥呀，买完就，哎，我这买完就死，买完就死，你在搞什么呀？你看，我就说吧，阿莫，你是不是对两个老板不买啊？刚花钱买的，又卖了，你看看，差了四十个头，三倍一百二十个了，阿莫。我这个头给你买装备买的，不知道意义在哪。一人十五个头，意义在哪能告诉我？记得非常清楚。不是你跟我们这玩放烟花呢？没有，我这么信任你，你这么报答我是吧？啊，我太着急了，我也想拿人头。不是你是废物吗？这么玩你废物吗？废物你都不是啊！一点脑子都没有，那狗都比你玩的好。啊，出去就死，啊、出去就死啊！我问一点，我问一点，我该太急了。我也想拿人头，可以自己去买装备，就老是花你们的点，我也想着自己可以杀一个人的，刚才差一点他就死了。你别说呢，你爸爸的好听，过来过来 K 头啊，你倒是拿呀 ，K 头，你拿你看呀，他不拿他不拿，又 他妈五杀了，你会不会玩啊？又让我了，又让我拿五杀了，三个了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能不能行啊啊？不是我什么刚才两个，你珠宝不如的东西。会不会玩？拿什么玩的？你在搞什么呀你？他拿双手玩呢，不说了吗？差太多了，你差太多了，你不让人家五杀不行吗？就我一句话，不拿五杀不行吗？三个五杀四倍，舒服了。你什么时候该上，什么时候不该上，心里没数吗？啊，我的这做汤去的是。你能不能行啊？啊！我把你能不能行啊？没还没开始打呢，怎么就开始？你会不会玩游戏啊？吃上面条了。你会不会玩游戏啊？还没开始玩呢。你买装备的人头比夜魔杀的还要多。你在吃，你在吃芥末吗？我真不知道你是玩游戏的。吃上肉料了。我真不知道你是玩游戏的。还没开始玩就吃上肉料了。玩游戏啊你啊！我真的努力了。别哭。急啥呀，别急嘛。哎呀，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。嗯。你看我多惨啊。突然哭啊。他们玩的什么鸡巴玩意儿啊。整上芥末了。我什么意思没有奖励自己啊姐。奖励自己。你不要说什么装备不装备的，抢一个五杀这么难吗啊。奖励自己。那易燃不会用啊，你没有装备没有易燃吗，嗯。他那个隐藏伤害很低的呢，抢不到。放屁啊，你依然装备低，你跟我说什么呀，我没玩过英雄联盟是吧。宋宝你干嘛呀，别哭别哭。哎，你给我整的我也想哭了，你别哭啊。哎呀，这有什么好哭的。呀哎，秦刚乙你打吧，我留最后一下。我再打他都不掉血。我哎呀。上人头，哈哈，上人头了，开火，草没死。我就心疼你那个人头，我都给他买装备了，买完就死。买完就死，再买呗。我故意心疼你花的。再买六件嘛。花的人头。买六件，一件太少了，一两件。你能不能把嘴闭上了？买六件。哎呀呀呀，又死了。你看，又挂空档，你看看你，我太心疼了。碰我一下我就死了。你给他买完人头了，他就死了。你给他买完人头了，他就死了。我能不心疼吗？泰隆也杀我呀，杀不死呀，没办法，只能秒你了。无杀，只能把你秒了，没办法呀。我这个挨一下就死了。
我现在比你更头疼，我花人头给他买的装备，我心态都崩了，真的。崩啥呀？不是你，你们好姐妹吗？你崩啥呀？你不是你帮他的吗？我都不知道他玩的什么，他就一直霸个人。我没有伤害，我打不动他们。哎呦，我真难过呀！我哭是心疼你花人头给男朋友买装备，姐妹，我心疼你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心疼你就心疼你就给呗，心疼，装什么呀？我买了装备，我也想杀人啊！宋姐，他心疼的话，你就让他付，怎么？我看他是属于是。你能不能把嘴闭上了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嗯、姐妹，要不你再相信男配一次吧？咱俩还能相信他吗？姐，你再信我一次，你再信我一次。我相信谁啊？我相信阿莫。我怎么相信他？现在，我怎么相信他？现在150个人头。游戏还没有结束，姐，你再信我一次吧。我怎么信你啊，阿木？我上两把都打得可以的。我还能怎么信你？我这么相信你。卖了。我上两把打得都还可以的。已经没有装备了你。我现在没有人头，我真的是。好多无杀了，阿木没有装备，一个人头都拿不到。三个五。有装备还能有点希望啊。三个五杀不多。我知道。人在塔在，再信我一次呗，姐姐。不是，我主要是不知道我还能怎么信你。我上两把表现都是可以的呀。对呀、啊，这一把怎么开始表现不可以了？我就知道你对，这不前期被你整了吗？阿莫要是成功的话，就好了。我这样人头我都出了。真的吗，姐妹？嗯，我跟你说，姐妹，这把阿莫要是成功的话啊，这人头我全出。他是如果，就假如你有100万，你会分他一半吗？你会，因为他没有。假如他你有一个自行车，他立马就不愿意了，因为他真的有自行车。那这把打完，把橙子叫过来。好，我立马叫。你别在这挑拨离间了，行不行？他立马有。每次你都挑拨离间，每次你都挑拨离间。那就这个意思嘛，对吧？你话谁不会说呀？我这把打完就叫。我如果有100，我如果有一个亿，打完把橙子叫来，我也给你分一点。我立刻就叫，就不要这阿莫了，让他走，让他滚，好吧？然后橙子来了以后打的所有的都算我的，好吧？嗯，又算你的了。我这把说了，我立刻就叫，你还咋的呀？你说啥呀？行。行，那说好了，下把换橙子，你买装备吧。你信我，下把橙子肯定有事来不了了，他就会说橙子。那我去买装备。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我橙子发烧了，你能不能杀人？橙子在接单，没时间了。可以可以，我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你又信他了。哎，姐妹，我知道你，哎，你别哭了，我知道你很脆弱。买装备的头我也出了。你别哭了行吗？你又哎，不是我就心疼你。真是个大圣母呀！我知道你心疼我，我知道你心疼我。别哭了，我不是让他买了吗？别哭了，不要被这些影响到咱俩的感情啊！咱俩最好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感动了。我知道我跟你最好了。太感动了。嗯。太感动了。你别听他怎么说、啊，等下橙子不来了。橙子等下肯定不来了，没事，我有装备了，姐，我赌一个自行车，等下橙子肯定不来。你快赢吧，你买装备了，你还不赢？买了。你赶紧的，你赶紧的，我们为你买了多少装备了呀？你为什么买装备啊？买了，你为什么？他那边说给我出呀，给我出人头啊。五件装备，五件装备的话就是5×5=25，刚才的15个，40个。我出了。好，为了我姐妹，我出了。好，那出的太好了，40个，加上一个，赶紧杀人吧。一个40个，2×80个。行，你赶紧的，能不能赶紧的呀？可以。真不知道咋说你好了。有个男刀。哎呀！
开呀开呀开呀，你开呀去开呀，你怕什么呀？你怕？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龙龟你怕什么呀？可以买装备了，可以买装备了。哦，可以买装备了，可以买装备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姐妹，你看他三个五杀了，夜魔一个人头就等于四个头，我们买装备不亏，其实拿两个头就赚回来了。行，一个人头，你们俩一人四十个头啊，买装备啊！你快 K 呀、啊，你快 K 呀、啊！你就跟着他，我现在钱不够，姐，我现在可以买装备，但是我钱不够。你轻边啊！我给你送钱不够，你拿，我给你送去呀、啊！啊，轻边啊！我轻，我轻。再行，哎呀，送太远了，我抢不过他。350层被动，有点少。才300多层被动，太少了，太少了。宝，你催一下他，你赶紧催他，那他装备都花80个头了。哎呦，我听着就心疼。行。这些人头都是你出的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哎呀，对面出土龙龙魂了，有点肉了，好肉啊！想出个破败。你这把稳一点，你稳一点，你不要冲那第一个。好，我稳一点，我稳一点。开头，开头。想出破败了。太远了，但是很脆。飞出一个地图了，姐。他把没有拿刀的。青钢影，你不是能飞吗？你不是可以位移吗？他点他两下没血了，你就上去 K 呀、啊！啊，好好，我上去 K。轻兵轻兵啊！哎呦，你画什么呀？拿经济，拿经济，买装备，你不是还可以买装备？是的，我还有装备可以买，还有装备可以买。干嘛呢，哥们？梦游呢，搁这。再骑兵，再骑兵！别让他推塔，行不行啊？去上去 K 头，呵呵 K 头！哎呦我操！你 K 呀！一不上去啊！阿莫，你要是再死，我宝宝又要花10个人头给你买装备了，你好意思吗？我帮你，你舔个大脸，你好意思吗？不会死的，不会死的。你别让我宝宝再给你买装备了，行吗？他67个头了，不会死的，不会死的。收集者换破败。67个头了，我这蓝盾出的好，蓝刀已经秒不掉我了，蓝盾出的太好了，出个破败，闭嘴吧你，出个愤怒合计，3个5杀这一把，加上80个人头的买装备的，舒服了，没事，我们拖得住，拖得住，我们三还是有机会的，我们三个一起啊，我们三个一起啊，来了。杀他！来了来了！快点，阿莫！我医好了！嗯，破败。快打快打，阿莫快打！快打快打快打！快打打打打打！快给他实打了！没事没事，我还有一。快！跳！哇，他好肉啊！没事，他死了。哇，漂亮！我还有一。快一下！哎，哎呦我去！两个，回家！我们三个人一起。对，我们仨一起。清线，守塔，人在塔在。2个人头2件。没事，这把我们三个人配合的也不好。可以放，来，我们三个人得一起配合。对，我们三个站一起。好，你上。你上，然后我给你盾，好吗？然后莫刚他，我也给你盾，我盾什么的都给你了。对，我们都有盾。拆塔，别让他拆塔，别让他拆，别让他拆。四夸张。哎，别，没事，那个人死了，没事。
差太多了，这人头差太多了，人头差太多了。不让他们拆塔就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哎，刚才这个 我说一句话，刚才这个奈奈不是在哭吗？怎么现在感觉又没哭了，装哭是吧？你闭嘴吧，怎么的，我一直流泪呀、啊、装哭。你有病吧你啊啊！没事找事儿了吧？开始装哭了，在你家宝宝面前装哭，我懂了。你别在我宝宝面前这么说我。那你怎么现在说话怎么感觉中气十足呢？一看就不像哭的。应该不会的吧？我姐妹我还是了解的。我内心脆弱，那咋的？我一直哭啊啊！我都买装备了，不能振奋一下呀？没事没事，我们还是有机会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我保你，我们仨一起。对，我们毕竟三个人呢，三个人。来哎呀，故意卖惨。走走，我也来了，我也来了。来控他，控他，好好好，控好控。我给你盾了，给你盾了。哎，等等，难道来了？快 K 快 K！ 哎，你别让他 K 了呀！哎，卖装备。哎呀，你别死啊！卖个鞋，卖个鞋，有个鞋，有个鞋，赶紧卖了啊！卖了卖了，把那鞋卖了。跑路还不会吗？漂亮，装备得卖啊！已经卖了，已经卖了。你杀人不会，跑也不会是吗？他一路跟着我飞过来的。我们给你买了这么多头，然后你就赢了两个头。我已经收拾了。你在搞什么呀？你在搞什么呀你、啊、废物都没有你这么废物的。呀呀，远古巨龙伤害太高了姐。伤害太高了，伤害太高了。伤害高你不会跑吗？不会位移吗？不会走位吗？不会闪现吗？啥都不会吗？要你干嘛呀？靠近得了我吗哥们儿？还要我教你吗？还要我一个一个教你怎么玩吗？伤害太高了打不过，为什么要过去啊？为什么要过去？知不知道 K 头怎么 K 呀、啊？啊，不会让我手把手教你怎么玩吧 ？QWEDR 不会按呐。没事，我们先把这个守住了，先把这个守住了。我们嗯，可以可以，哎 K。K。我操！你 K 他呀？三杀。Triple kill。走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来来来，宝宝来，我俩就跟着他，我俩就绑着他，就两个人绑你还不会吗？啊，我俩就这么绑着你、啊。76个头，丢不了。加美了，加美了，加美了。嗯。快回家，快回家，加，快点！出个巨酒吧，先下冰清了，先把冰清了，对面秒不掉就行，只要对面秒不掉我就是无敌的。现在是4件装备，嗯。扎克来了，等一下，我俩就保你啊，我俩就保你。哎呀，那扎克来了，我们三个就走在一起，懂吗？嗯，难道已经靠不近我了，靠近不了我了，没必要出防装了。对，对面说，我们这个可以小心给难道秒了啊，难道可是能秒人的啊。姐妹，你现在联系下橙子吧、嗯、打完就换他过来吧。但是我先说好啊，要是橙子犯错了的话你自己承担，然后如果赢了的话我们人头还是一人一份，好吧，跟我这把一样。哎，打掉一个。行吗？可以买装备了。橙子吧。啊，行，我都说了，他橙子已经说实话已经没有这个人了，他等会跟你这么说。我联系助理。他把他删了。怎么会没有这个人呢？不可能的。他等一下肯定不会叫过来的。我没有他的好友，我得联系助理。你看看，你去联系吧，宝宝。
我对这个阿莫已经不抱希望了。没有姐，还有机会的，还有机会的。我给你基地还没掉，不是我们给你买了，有机会你就杀给我看。能杀队友吗？我能把你们三个全杀了，也能叠头。杀了你，杀了你，杀了你。其实八个加三个五杀加八十个人头的那个叫啥来着？八十个人头，买装备的。那不起。没事，姐们，他不要听他在这里胡扯着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打还是有机会，基地掉不了。那你快 K 呀、啊！我们先打钱，他们人来了就把那个。你现在可以买装备了，你现在可你听我的，买了，可以买装备了，已经买了，已经买了，买了他们，你就买长剑啊！你这么穷啊，你清兵啊！在清呢，在清呢。你发育呀、啊，经济呀、啊，现在都能买东西啦！哎呦呦呦呦！又让他杀了，清不了我身。我该在上面清兵的，太远了，姐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站一起会不会？跟我们站一起。不着急。我跟你们站一块，我跟你们站一块。抢他的兵！抢他的兵！没，我在打。我们基地掉不了，我们基地掉不了就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快清！机会可太大了啊！多注意一点。太有机会了。落差太多了。有机会。下路人很多。太远，你找机会，吸血给他的头，黑头，找机会呀、啊！后面龙龟的头来了，可以，K 记得 K 啊！打他的粑粑，抢得到吗？哎呦，这都不会 K， 这也抢不过啊！这个算太远了。没事，我这波可以买装备，可以再出一件，烦死了这个夜魔。不烦呀、啊。打死你。我先回家出个装备。你别杀了行不行？你别杀了。那你喊我一声爸爸。我考虑一下。什么？我喊你一声爸爸。啊。别杀了，让我。你喊上爸爸，我考虑一下。我喊不了，那我也让不了。哎呀，你让一下我嘛，你别跟他抢了。不行。Q 你。不行。没事，我这先清兵，阿莫，让我喊你，我不想喊你个粑粑，屎粑粑。我这边在清兵呢，在清兵呢，姐，没事，打点钱，偶尔 K 个头，还能再出个装备。你出去小心点，别被抓了。我知道，我捡点魂。我回去了，枪战无兵，我回去了。400。你现在装备已经起来了，你就 K 他，懂吗？好，我知道。别刷了，抢你的！哎呀，没抢到！快来这！他们在打大龙，你别慢悠悠的！我已经很快的在跑，我一直在往那里跑。走，已经全速前进了。哎，他们要打掉了，退吧！不去了，退吧，打不过，我们直接打不过，去了会死的。OK。83个叠魂呢，叠魂，你赶紧杀人啊，我在这低声下气的求夜魔不要杀人，你杀人啊你。我在找机会呢，姐，我在找机会了。妈的，我真服了，我现在找机会，你找机会，你找机会，你能杀人的。哎，我真吐了。下路有一个那个男刀，
那你快杀好吗？你快杀，你杀他，你杀他！漂亮，我都控住了，你再不杀，我帅！我操，这让他抢！我真寒冰怎么死的？抢了，这都能让人抢了？寒冰咋死的？我这让他抢了，你干什么？我都不知道你在搞什么，这能让人家给你抢了？别晃了！你杀吧，你杀吧！哎，人家让你杀，你都杀不到是吧？人家在那儿让你杀，你干什么呢？阿莫，你非要看我姐妹生气，你才开心是不是？八十八个了，没有姐，真的没有。是不是觉得我太温柔了，好欺负啊？阿莫，没有。哎呀，破例阿莫，你脾气太好了是吧？就是手塔。伤害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？咱们三个人一起、啊、听不懂话呢，我当时都控住了，你能让他偷了？他那个大太远了，六千七，伤害有点高。怨灵的尖叫声太大，你甚至听不见自己的声音。我真吐了，真的我真吐了。别杀了夜魔，夜魔真别杀了，给点机会吧。那谁是大冤种，谁是小丑？说话。我是小丑，阿莫纯废物。你是小丑，谁是冤种？我真他妈是个小丑，真的阿莫，我相信你。谁是冤种？对，我是大冤种。哎呀，大冤种！本来宋姐啊，本来说实话，你选了我，这个头不都你赢了吗？你非要帮你姐妹干嘛呀？你姐妹就不就，对吧？就是来害你的，好吗？他上一次被他上次输了头，不舒服了，今天还要带你一起来送。闭嘴吧，姐妹！就是你选的这个男陪，让我成大冤种了，还让我给他道歉。他还得怪你选的男陪。我在怪他啥呀？我没有在怪他，我跟我姐妹的感情你不懂。我有一种小丑全程，他全程都在感觉，他全程都在讽刺我们。哎，这个难道怎么又来了呀？橙子，你叫了吗？那个橙子，橙子，你叫了吗？他压根就没叫，你还真信他呀？他怎么会叫橙子呢？我叫了，我跟助理说了。助理回你了吗？还没。哦，助理还没回。刚才那助理不是拴在外面吗？不知道什么情况吗？嗯。那你再问问呗，你再催催他呗。嗯，好。他叫助理了。哼哼。哎呀，手就是手，哭哭手塔。没事，姐，我还发育，我的发育很快很快。手死你！我有钱了。你还在发育？你还在发育？ 我知道你还在发育。我一会儿开个头，我也有六件装备了。游戏打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在发育？六。人家在杀人，你在发育，没办法。前面他装备太差了，操，坏了，死了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！哎，卖装备，卖装备，卖装备，卖就卖呗。你卖呀？卖了呀。完了。哎呀，没事，回我呀！没事，怪我呀！我巴不得竹子立，哎，我巴不得橙子立刻来呢。哎，杀一个，杀一个，杀一个。可以，我给你套盾，我给你套盾啊！我也给你套盾。杀，这个也能杀。好肉啊！那个谁帮我杀？没技能，太好、哎，这龙盔。还有那个远古龙啊，那个 buff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又死了？还有那个远古龙啊，那个羁绊姐。那你躲远一点啊！远古龙的羁绊，怎么又死了？他们有点肥了。刚才已经在跑了，你在跑什么呀？我看见你回头死的。没有，让我边那边跑，想吸血的。不会跑吗？干什么？有机会，你也得卖装备，赶紧把装备卖了。卖了，已经卖了。我刚才有一个格子的常见的。
那我就出一个。我真不知道，我姐妹给你买了这么多装备，我希望你懂得知道什么叫回报，懂吗，阿莫？收集者了，我知道的。真不知道你在玩什么狗屎。全输出了。我要疯了，真的我要疯了！等我出来，等我出来，我马上出来了。你打不过，你撤一边去行不行啊？虐拳去了，我虐拳去了，再拿个五杀了，这么拿不到五杀。我这么拿不到五杀了，讲道理，那找机会拿五杀了，受不了。夜魔，上路上路有一个。哎呦，上路还不好，又杀他又杀！阿梦，你对得起我姐妹吗？啊你！哎，你们这些男陪一点都不知道感恩的吗？我姐妹给你机会，你还不珍惜？你至少让我们看看希望啊！没什么机会呀、啊，等对面全死了，我再去对面再努力杀了姐。不然的话，等下对面偷塔。已经在很努力的去杀了。你很努力杀，你杀几个呀？你很努力，这叫你很努力呀、啊？那就再努力。对面伤害太高了，我再努力，相信我可以的，我再努力了。等对面全死了，我再虐拳。现在虐不了。你别虐拳了。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啊？再努力，你努力呀、啊！再努力了呀！自动攻击关了，等下推塔了。哎呀，不能推塔，很烦。嗯哼，干嘛呀，摩甘娜？撒娇是吧？商量呗。那你撒个娇，我肯定看。商量呗。你撒个娇。商量呗。夜魔。撒个娇。夜魔哥，我求你了。那我杀个人吧。杀人了！哎呀，你别杀人了，他都夸你了，还要怎么的呀？我不是已经撒娇了吗？我来了！你刚都死了，你来了，你在干嘛呀？哎，我真的已经刺杀不是你故意搞的吧？不是你没有真的吧？我真的没有，你故意搞我们是不是？你故意搞我们啊？你是不是故意搞我们？我真的没有故意搞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干嘛去了？你干嘛去了？我在中路啊，姐。没事，这个我来杀。哦，我再杀一个，这可以杀。杀呀，快点！再杀！他有个大。放你娘不会杀，我跟你说。你别扛着扛没。再杀！预判有点急了，预判早了。我那波是要杀他的，但是。我这个没有装备，伤害太低了。那个阿木啊，看一下你的微信，我刚才给你发了一条信息，看一下。夜魔哥，我夸夸你好不好？看消息，机会吧。看消息，阿木，你给我发什么消息啊？夜魔，发暗号了。你们什么意思啊、哎、不要污蔑我啊。啥意思啊？哎，我问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么脏吗、哎、玩这个是吧？记住了、啊、玩套路了是吧？ 啊没有姐，真没有，我都不认识他呀。玩我们的是吧？啊，你们俩我算看明白了，你怎么能打成这个屎样子啊？不是，我真的没有，我不认识他的呀，姐，我完全不认识他呀。我真搞笑。哎，不是姐妹，你听到没？你俩有联系方式是吧？你俩之前他俩有联系方式。不是，姐，我真的不认识他。没有，真没有眼啊！我那波，我好几波我都是要杀人的，我真的要杀人，但是我伤害就是差了一点点，然后他伤害比我高，他把那个人先杀掉了。那这波你看我来了，你杀到什么呀？你能玩成这样？你知道你自己看看你差了多少头吗？我们给你买了多少装备啊？我们给你买的装备你能顶上去也行啊！我刚杀了一个啊，姐，我就是因为怪不得橙子第一把说，橙子第一把的时候就说你跟夜魔是一伙的。不是啊，你看我在装备。哎，真的，姐妹，你看你也狼入室了，宝宝。啥意思啊？我知道你不知道，但问题是真的，他跟夜魔一伙的。看消息怎么？我只说看消息了就做了。
我这买了装备，我不是杀了人了吗，姐？你不要拿我跟橙子那种东西来比、啊。就连警察叔叔他来个更醉的，相信我。你现在这种水平，你不如橙子的十分之一。那我有装备，我已经百分之一杀起来了呀！我已经在杀了呀！刚才那头我也拿了呀！没证据没有用。今晚我输的人头，我真的冤枉，我真冤枉啊！不是姐，你们相信我，刚才夜魔真的是在污蔑我。他说什么看微信，我问他什么看微信，因为我根本没有他微信，没有他，所以我才问他什么看微信啊。他给我发个消息，你认不认识夜魔我呀？我真不认识夜魔。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我真的不认识夜魔，我可以发誓的，真的。不认识他都换什么消息啊？什么消息啊？对啊，就是因为不认识我才会问他什么消息。他说看微信，我就说你不要污蔑我，对不对，姐？我该是那么说的呀。看到没有？他开始解释了。他这个啊，他这个真的存在污蔑我姐，真的开始解释了，这很恶心这种人。你看开局就来小屎棍对吧，弄我，然后我这里被抓了两次，我这边他那个男的装备太好了，我确实没办法，我承认我这把打的不是那么好，但我真的不认识他，他这样子污蔑我，就是我就那么说吧，姐，我如果认识他，我就啊开，我先开，你先开人，哎，好，哎，开到，难道死？开，我给你断，给你断，好。你说杀个男的，他不是五杀姐？那个，我真的我发誓，是你让人杀四个人头，你开一个。我该技能在 CD 啊，姐。我如果认识他，我真的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，我永远接不到单。我可以那么说，真的，对一个男朋友来说很毒了吧？99个头，我永远找不到女朋友，永远接不到单。我真不认识他呀。我真的姐。现在男陪对自己要求这么低了吗？就是一波人虐全了，一个人头就行了，是吗？虐全了，虐全了。我该技能，他只要断了人家的五杀就行了，是吗？我说了什么消息吗？我也没说什么消息啊。多了，姐。宝宝，我真搞不懂。我说让他发张凉快的照片也行呢。你也太敏感了吧？弹幕有个人有些。重要的不是你认不认识他，重要的是你拿他的人头。我有带拿的，姐。有点敏感了。操作，你刚才。有一点敏感了。我该说话的时候也有在操作的。我说话就有点操作，真的。操作，人家杀四个，你杀一个，这就是你的操作呗。操作。他那个英雄有成长性，他那个射程太远了。我确实是不认识他，姐。虐一波拳，拿个五杀。认不认识的？现在开始给我杀人，听见没？他认不认识不重要了，现在。能不能别当废物啦？夜魔，你回来，夜魔。哎，别这么玩啊！我操，他要五杀了！哎呦，卖装备，卖装备，卖装备，能给我做到泉水里面，我是没想到的。还行，他死，他卖个装备，经济啊！102个，吃啊，你吃。哦，我现在装备满了，姐，我现在装备满了。你等会儿卖，不还得买吗？那我现在经济也是满的呀，姐。我操！你满了，你别死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别死。给我做到泉水了，我不死。我们是，我们现在是推了还是我们现在是虐拳让对面投降呢，还是怎么说？别这样杀了行吗，夜魔？还继续杀？你不理我，他也不想理我。那个，先退一下，我帮你们减个速，先退一下，别帮我们减速啊，你就记着开就行了。装备，来，我们可以打下去，他们两个，只有两个人，只有两个人，快开，开头，来，我们把这个杀了，控住了，开，这么不死吗？啊，好，我记得好了。什么意思？还想抢头是吧，夜魔？姐妹，你叫橙子啊，姐妹。哎，难道来了，快走，姐，快走。死了，卖装备吧。你别死！卖装备。你别死啊！卖装备吧啊！这该谁在我旁边啊？都不能帮我拖一下的吗？卖装备，别逼逼，卖装备。那技能也卖了，那技能也不放帮我拖一下呀？谁帮你拖呀？谁帮你拖？你说一下吗？谁？在我旁边不是站着一个人吗？谁不会摁吗？谁帮你拖？你说一下吗？说呀，谁帮你拖？你不会让对手帮你拖吧？我没注意。刚才我不在。
我该只知道旁边有个人，我没注意是谁，什么技能都没看到，飞到我脸上来。游戏快结束了，那个奈奈赶紧去喊一下橙子呀，赶紧的，别到时候要等。姐妹，你都说我再联系了，那赶紧的呀，赶紧的吧，等下橙子。联系的也太久了。对呀、啊，时间就是。再联系了。你们想赢，你们看到人过来，你们帮我放放技能，去帮我挡一下他们伤害，去帮我死也行啊！你们死又不用卖装备。我刚才想给你盾的，你已经死了。刚才我不在，什么意思？现在开始指责上我们了是吧？远古龙没有，我是觉得，姐姐，如果你们你别让他再杀了，夜魔夜魔哥，别杀人了，求你了，行吗？求我了，那你太惨了，请你了。那你骂骂那个奈奈，你骂骂，替我骂骂他。什么？我还要骂我姐妹啊？啊，对呀、啊。我得看不下去，你姐妹老坑。我姐妹我怎么骂啊？那你都不愿意说你姐妹了，你姐妹刚才一直说我，那我只能继续杀了。别杀了，求你了。那我就只能杀了。你骂我，我就不叫橙子过来了啊。我不骂你，我不骂你，你赶紧叫他吧。那我只能杀了。那你那个奈奈，赶紧叫橙子呗，快结束了。嗯，我再叫了。赶紧的吧，我等你叫啊。赶紧的吧，赶紧的吧，这把马上没了。我们也去很多人，我们也去很多人。你再能过来吗？你再 K 一 K 好不好？你再 K 一 K。来，我 K 我 K， 来呀来呀来呀。来呀，我在呀、啊，我给你技能。等一下，我在后面。六万八、哦，我看到，恐怖！有人，先打这个男刀。你 K 他呀，哎、你 K 他呀、哎，别让他 K 了 ，K 他，打他的粑粑。哎呀哎，这就是你 K 的吗？108，他是我打的，是不是给你了技能？不是，这就是你 K 的吗？你在玩什么呀？要么这样吧，这他妈废物，废物都没有你废物啊！要么我那个 YY 联系一下助理，问一下橙子有没有来，看在宋姐你的份上，我帮您问一下，可以吧？看在我的份上，行啊，我自己可以联系。我帮你叫橙子过来，没事，我乐于助人的，没关系。我自己就能联系到。哎呀，我又拿一个。109了，我现在跟那个助理发个 YY 信息，问一下那个橙子过来了吗？联系吧，只要能联系到橙子。刚才奈奈一直喊，奈奈一直喊。哎，不是我自己能联系，用得着你，你用得着你显摆吗？说没回，我自己能联系，听不懂吗？非要你显摆吗？我问一下，没事。不是你问什么呀？用得着你问吗？我自己问了，听懂了吗？他们在道那边，我们过去。哎，那个打两个，那个宋姐，那个助理发信息、回信息了，他说奈奈姐没跟他发信息，啥情况？什么意思啊？他没喊吗？助理，你没喊吗？发了，我发了。发了吗？没发吧？你别听他瞎说，我发了。我发了，你别听他瞎说。他怎么又杀人了？他拿刀是吧？我们也过去。宋姐，你现在不用管我杀不杀人了。那个他没喊橙子，他没喊，他故意。我发了，可能网络有延时，我真发了。宝宝，你能不相信我吗？宝宝，你还相信他呀？你在北极吗？北极没有无线网吗？来，我们追。追。哦，我可以回家买个装备，刚杀了一个人。我回家买个装备，他们跑，我回家买个装备。加，马上没了。你看看那个宋姐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奈奈没有喊橙子，你怎么现在还在乎这个人头？我不是姐妹，你到底有没有喊、啊？你还在在意人头？我真发了，夜魔，你现在问助理我到底有没有发，你不要污蔑我。那你把那个，要么这样吧，咱千万不能冤枉这个奈奈。让他那个宋姐，你让他把聊天记录下路有一个截图出来，看一下时间点，什么时候发的？不要让他拆！没事，杀掉。对，你让他发一下聊天记录，问一下。你赶紧多杀杀！
哦，现在、哦、现在，哎呀，网络延迟了，我拿手机发的，宝宝，我拿手机发的。他现在说让他叫橙子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发出去是吧？我拿手机发的，我刚我们不是在玩吗？我拿手机发的。那你现在联系的？你现在联系的？哎呀，说了不听。我一直在打对话框。哎，能救我一下吗？快！